上了 B 站以后啊，我非常的兴奋，看了好多好多视频，发现了好多高手哈、啊。也有一些画友呢介绍一些更优秀的画家的一些作品，让我经营不暇哈。我非常期待着哈，我能直播。现在我只能看视频啊，或者是发视频，不能直播。当然了，我也要不能因为不能直播我就什么都不做，所以说我现在呢，尽量玩一玩架绘哈，也模仿大家用那个软件啊做的各种不同的那个笔刷效果哈，在架上绘画就叫笔触了是吧？我也玩一玩，玩一玩这个 Procreate 这个软件呢，我会用一些，没有那些高手玩的好哈。我也在琢磨琢磨，架绘、板绘结合的哈，完了搞出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吧，跟大家交流，学习。